第十六题，杏仁将质量100公克，密度为每立方公分一克的水放入冰箱内结冻成冰，已知冰的胃密度为每立方公分 0.92 克，则当他把100公克水结成冰后，冰块的质量为多少公克？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也讲过了，我们水结成冰，冰化为水，质量是不会变的，所以当我们100公克的水结成冰之后，我们的冰仍然是100公克。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冰块的质量为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100公克。